三、二、一，你们上车。我嫂子怎么不在？她不跟我们一个车，怕被关你堵，已经提前走了。那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带你们去签名合影啊！快快快！来了，快坐吧。你坐。都愣着干嘛？过来坐，快坐啊！走走走。哎，我来帮你。来，喝水。啊，谢谢你们来看我的比赛。听说你们想要签名。哎，你们干嘛？麻烦你签在我衣服上面，顺便写上“周周最帅”。秋收，你能不能要点点？哎，得，我也要，给我签上“比周周帅”。我要比。比刘二、周周都帅。你们别逼我。到底谁最帅？自己看着办。走业。来。坐，接着吃。哥来。吃。吃肉。我说你们冷不冷啊？要不要把空调再加大一点？不冷。不冷。喂，留着。最近还想吃什么？我给你算。其实我吃不了这么多的，我平时都不怎么吃肉，吃蔬菜比较多。陈姐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吃饭少说点话。可是你平时都是……要不我们照一个合照吧？哎，好，合照。走。不能，给我留，没有，给我两只。你不用，你去帮我们拍照啊。啊，这么近。哎，认真。